不错呀。老师，你装备。装备已经没了。秋哥，你参加不了游戏了，还想领装备赢我们？没门。就是啊，不是吧Sir，明明有装备的。我是说免费的没了，只有掏钱的啊。不是吧老师，这还收费啊？你俩借我点钱呗。嘿，有人去干他，下边。嗨，这可咋整啊？哎呀，嘿，老师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就来。上。老师，你这怎么玩呀？赢的几率也太小了吧？啊？咋回事？啥意思？你说来听听。哎，安上这个，我保证你啊，把把吃鸡。嗯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这东西还挺好用啊。哦，必须的嘛。老师，啊，装备。哎呀，你想要哪个你拿哪个去。搁哪呢，老师？装备呢？后边。哎呀妈呀！哇塞，带皮肤的 AK 还有迷你14，这下发了。为啥呀，老师？你不是说最后一个来的没有装备吗？早知道我们两个就不来这么早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吵吵了，游戏马上开始了，赶紧去吧啊！这把呀，分银喽！走着瞧，哼！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